异地恋。我住在北京，我男友住在广州，我们是异地恋。异地恋好吗？不知道。我想他，他也想我，可我们却见不到彼此，只能打电话、发短信、视频聊天。他不在身边，我可以更认真地工作和学习。他在的话，我应该不会那么努力。但每次看到别人都出双入对的时候，心里会有一些失落。想他的时候，真的很想马上出发去见他，可是太远了。很多异地恋最后都分手了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走到最后。